开心今天可以来这里跟大家见面。30年是非常 refresh， 非常清新优雅，而且呢活泼的感觉。哦，那个 Quartz 196这个乐团，以前我就是还蛮喜欢的，因为他们以前设计师也毕业，然后所以他们怎么讲，线条是很利落，然后是我喜欢的风格。我没想到现在他们出了这个新的，等于是一个 baby 的副牌，就是，然后觉得更年轻了，然后设计感更强烈。所以其实就是看对吧？对，觉得很邀请，开心被邀请。对，因为本身就很喜欢我们的这个 Quartz 1961，然后呢，这一次是我们在台湾的独家盛大的开幕，对，台北唯一一间。对。对，就第一个一起来见证的好朋友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今天哦，范范呢也特别还穿上了这个 cosplay 的服装，可以来介绍一下吗？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小心机在里面。对，我自己也觉得其实这个线条感我很喜欢，用很多线条，然后颜色也有点，很行的感觉，就是夏天，然后蓝色、黄色的线条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它整间这个品牌这一季我觉得概念就是很多打结，就是各种不规则，然后在某个地方聚焦这样。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地方聚焦，大家有发现在哪边聚焦吗？对，一下要增强一点自信。没有问题，就是有一点这个小设计这样。是，就觉得很可爱，很多这种它里面很多都有这种小蝴蝶结，然后这种集中。某一些视觉会在某些地方，这样我觉得是很也有巧思的设计。是我们的每一件衣服，就像刚刚在开场时候跟他讲到，无论是这个不对称啦，或者是有这种立体的抓皱的设计啦，还有呢特别的一个聚焦的设计啦。好，自己的自信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刚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，当时候大家感受是不一样的哦。而且呢，我们在这一次大家有看到。觉得年轻很多，也真的是给各位一种很青春洋溢，甚至是想要出去放个松、旅行一下的那种感觉。很想放假、休假、旅行。对，这是有意义的。我们的主题在这一次的主题就叫做旅游、放假的旅行、假期旅行。这个旅行不是工作的旅行，我知道你超忙的，而且去了很多地方做巡回。对啊。但是要假期旅行不简单，很难，真的是放假是。一种奢求，但是也很享受在工作当中。那如果一年当中有可以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，可以出去旅行，我真的会很期待这样。有就是有想说，如果可以有一个假期旅行的话，可以去哪边吗？或者带着我的小朋友们，他们全家一起去一个地方，可能去新加坡吧。很想去，应该是小朋友的天堂。他如果是真的是给自己的一个放假，可能跟姐妹淘一起出去2-3天的那种巴厘岛或什么地方，真正的 relax 一下，然后把所有的那个工作压力啊、家里的事情都先抛掉，就什么都不要做，在海岛好好的放松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，而且这个也蛮适合海岛的，因为颜色就是很海岛，然后真的很度假。你不要讲到海岛，讲到回忆啊，就是比较喜欢。哦，对啊。知道他在干嘛？没时间管控他。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度假真的希望是美好的。是的，我们期待呢，下班之后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度假，可以穿小很多衣服。好，期待新加坡有拍到，然后呢，之后真的希望看到可以自己喘口气，在忙碌的大街上走，对不对？今天飞广州，天气很好，很多地方去，是对啊，旅行，对啊，其实工作也是旅行，找到像都在一起，就是能够抓这些小时刻，给自己有一个假期，但同时也是在旅行。这个衣服是那个还没有曝光过的，秋冬系列。还有，其实有一点点小心机的设计，反正晚上你就知道了。晚上再多透一点点。就是微微性感，微微性感，冬天的性感，冬天，而且要带上
性感，然后又有 posture 的这些重点。